越快越快越快了。场上剩没几个人啊，又少一个了。哇，直接少一个哎、欸、！PK 啊！嘿嘿嘿，好，我跟他单挑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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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哎、欸、嘿嘿，还用技能啦、啊！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了一款另外一款游戏呢，它叫做死亡球的样子，好像叫死亡球的样子。这款游戏呢，它是一款主打就是你只需要就是跟大家对战，然后那个球呢只要变成红色，它就会飘向你这边，你就必须要按住 F 把球弹回去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在那个球打回去的时候击中，就是把球打回去的话呢，你就会死掉这样。那这个游戏很简单，就是大家一起在里面，然后就是看谁没有打到球谁就会死掉这样子。然后目前我玩下来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它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当你的那个网路呢，好像我们好像台湾的那个网速会比国外还要稍微慢一点，所以说当那个球飞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会很建议不要抓这么死，就是不要让它真的完全贴到你的脸中你才按反弹，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来不及，所以你差不多现在这个距离就可以把它弹回去了。对，然后就是把球，那个人又爆炸了。对，那玩家本身呢，可以兑换的东西就只有武器，你可以去，就是当你赢得胜利的时候，你可以换武器。那武器还有技能，这样都可以去做更换。就是它基本上游戏元素就这几样可以啦。那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开始在这个游戏里面很刺激的跟大家对战，然后看谁会死掉这样。上面这些就是观景台这样。那我就是一样在这边。然后其实我这个游戏在很久之前我就已经玩过了啦，所以基本上我就你们看到我的武器就是跟一般新手不太一样，因为那时候好像有一个新武器的活动，然后我运气很好，就是运气非常好的呢，就抽到了这把很看起来很帅的武器，这样，这真的是我抽到了，我没氪金，我真的没氪金，它真的是我自己抽到的 ，yes， 哎呀，剩我们两个人了啊，剩我们两个人，比反应了啊，比反应了，比反应了，比反应了，哎，居然、啊，我直接嗝屁了，哇！好厉害哦！如果说会玩的玩家呢，就是大家会发现他们都会用一些比较像是，如果说我可以瞬间传送到你附近，然后就故意让那个球打到你这样。那如果说像我们这边有钱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抽箱子，这样按住一，你就可以抽，来看你抽到什么这样。啊，跳过不能跳过，他跳过是要花钱的，这样就不要花钱啊。然后就是像这样，有没有？反正我这把武器目前以那个一般的那个造型来说，已经算很好看的了啦。我也可以按 Q， 就是快速的移动这样。我目前装备的技能就只有快速移动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啊。你也爆了，再见。那玩家呢，在被打的时候死亡会有一些很酷的特效，那一样特效也是可以拿来用换的，跟你的武器挥动的时候的那些特效，这样它都有在里面，这样就是这样子的玩法，很简单，但就是比反应，看你的反应比较好，还是别人的反应比较好。我记得这一款好像目前线上人数有20000多人在玩，我也是不意外，因为真的是偶尔会想要上来就玩一下。蛮好玩的，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那个连结那里找到这个游戏，然后进来玩玩看。哎呀啊！不要打，不要闹！飞好快哦！等一下这个球，哇塞哇塞，那个球飞得好快，还有人接得住哎，好扯哦！大家反应都超好的，每次玩这个我都很想要去，就是去申请那个网络的那个网络加速器这样，因为我觉得要玩这个的话，我们台湾的网络真的有时候会给它慢到，就是会延迟这样，很可惜。如果说你要很精准的打到那颗球的话，是真的会有点可惜。哇，那个人哇，居然爬那么高吗？爬那么高居然不会有事吗？那颗球又要飘上上面，他为什么要站那么高啦？这他下来了，，bring bring。bring、哦、好快好快，等一下这个球好快，换到我 ，bring， 好像剩三个人哦，三个玩家，四个，那个也没了，来吧，我 bring， 我刚好像贴太近，有点危险，它的距离没有说的，就是没有说一定要很近才能用，就是你只需要就是稍微它靠近的时候你就按，它就会全方位反弹的，你看像这个人就故意想要来弄我，哎呦！是故意接近我，这次玩真的是过分啊！这次玩到了一个队伍型的，我们是红队，那其他除了红色以外就不是我们的队伍。怎么每个人都想去追那一颗球？你们都不怕被打吧？不是应该要躲得越远越好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这道怎么弄的。他们可以
将那颗球给停下来，然后再挥砍回去，这样还不敢用是什么能力？好酷、喔！然后那个球飞的速度有够快，我现在只能接这种慢球嘛，老人。他居然让我变慢，但我还是可以反弹的，所以还好。他球那么快，拜托下一个不要是我，我很怕跟那个球走太近，越近他就下一个球的目标就会是找你了。所以在跟其他玩家叠在一起也是很可怕的，才不要跟其他玩家在一起。完了，球变快了。有个好处啊，你把那个视野放拉到最大，你把视野拉大一点，不用那么近，有没有？这么大一个视野。我发现我们的队友都好强啊，我们现在剩这两个蓝队在那边，他们两个是复活蛋的特效，好可爱，虽然有点小，你们可能看不太到。召唤龙鳞来攻击球，并重新瞄准。哦，很酷哎！我下面还有一些奇怪的能力啦，但好像不确定能不能用。可以跳四次，可以创造一个平台。其他的玩家有用过的那个抬高的那个功能啊。啊，下一个居然是我哎！哇，我的升龙条件没了。反弹 ，yes。我不要过来，跟他站在一起很衰不要站那么近，很危险。你们可不可以稍微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啊？不要从下往来啦，很可怕啦！反弹，我弹啊，弹没有弹到。哎呦，这边还可以，这边可以抽奖吗 ？OK， 我可以旋转两次，来抽个好了，刚好休息中。两倍的钱钱，好，再抽一次。怎么还是一样？我到底要几次两倍的钱钱？我想要抽复活节的活动，他现在目前有出。哦，这个武器看起来好帅啊！都是要钱钱，然后这是团体的奖励，我有团体奖励可以领吗？没有啊，这个什么？好帅哦，好帅的特效、哦，这个基本上在那个台面上都是卖特效的，那我们没差，我们只需要这个就好了。而且我发现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变胖了，干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来抽一个高级箱子，我看要抽到什么。高级箱子要付钱啊，什么都要钱，真是。这个不用，这是特效箱，这是特效箱，你可以就是在这里抽特效，然后看会中到什么闪电特效。那如果说你要换技能皮肤的话，你就是回到那个大厅就可以了。对，就这样。以上讲解完毕。剩下的就是看看谁先吃，看。差一点，我以为是我。哦呦，吓死我了。刚刚挤，想弄我哈，想弄我。不行啊！等一下太快了，我看不到球，不要啊！球好快哦，就他妈的！你不要靠在我这边，你是，砰！回去！哇，大家都很厉害，反应都很快。哎呀，有人爆了！飞去哪？飞去哪？你不要靠过来，不要！球好像会自动判断谁在附近最近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球加速了！天哪，这局怎么那么多看起来很可怕的人？这些人怎么都反应都这么好？我有，爆了啊！这换谁啊？这个人是怎样？他真的很爱盖一些543的东西，真的是那个技能到底算好用还是不好用？反弹，再来，他会越啊！我有按，哇，延迟！哎呦天哪，可恶的延迟！好，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款游戏的话呢，会在下面的链接可以找得到它。让我来看看你的反应有没有比我还快吧。好的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